那他。这绝对不是摆拍啊，他就是只要藏东西的，他就一直死守在这里，厕所也不上，除非图图和妹妹不在客厅了，他找到机会他就去上个厕所。杰瑞，你看他死守着自己吃着，有时候不吃吧，他还扒着零食弹两下，就这样跑两下，不是弹两下就跑，跑的时候他对着零食吼，我也不晓得什么意思。杰瑞，你干嘛嘞？就是对我还挺好的啊，如果是图图靠近了，那不得了，要很凶的那种，开摩托车。他存着零食他也不吃，你啥时候吃啊？啊，你啥时候吃啊？存这么多沙拉搞得脏的要死。不可以护食。快吃。哎，吃吧。吃啊。啊，吃了，现在要吃了。坐下坐下。那杰瑞好乖哟、哦，杰瑞过来。我藏了几天的零食就被吃完了吗？